剩的呢，就上面那两根。够了，有的是光吃，有的少的。三千里面卖点可以，还行。没有，但还是太小，你看。光免费我觉得太面，只能在这个地方加水了，入了口了，晒的就晕了，你加水加晕了就晕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什么老外他只加水，他拌粉机，他水在外这里加呢，对吧？他不在拌粉机里加。也能加吗？围着能加吗？那口是不太小啊。这个吃面是吧？是吧？面很面。你把宣传的卖了吧？